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喷香水嘅，咁由中学时期已经不停买咗好多唔同款嘅香水，去到大个咗就觉得，咁既然不停买，我都想要有自己嘅味道，同人哋唔同嘅，开始去揾唔同嘅香水班啦，又或者去考证书。由资格之后咧，开头都冇谂住真系话要创业，因为我本身系做空中服务员啦，呢几年 COVID 嘅关系，变咗真系要飞嘅时间少咗好多。既然一路调香咁都有晒所有材料喺度，开始就萌生就不如我自己都试下去开 workshop 教人哋。